画面中可以看到鞭炮声响个不停。原来29号基隆坎仔顶鱼市的彩券行开出威力彩头奖，业者放鞭炮庆祝，这次奖金高达2.57亿元，由一人独得。有民众得知消息，特别来投注，沾沾喜气，希望自己就是下一个幸运儿。特地来买，对，好彩头。新闻有报道，对啊，恭喜他们。交完呢，飞来飞去，啊，你他妈的叫来叫去，我。我不在意，哇，真正开出来。捏着手指比划着，描述鸟儿如何在殿外盘旋。这里位于基隆庙口夜市附近，平常人来人往，生意不错。不知道是谁独得奖金，业者开心表示，这鸟颜色鲜艳，自己从未见过，没想到隔几天就开出头奖，是个好预兆。